3, 2, 1，恭喜香港航天科技集团。今天可能是一个可以载入香港科技发展历史的日子。我们中国人做事情讲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这个天时就是我们迎来了香港和祖国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大好时机，一个合作共建国际级大湾区的时机，一个国家正全力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好时机。这个地利就是香港高度国际化的便利，简而言之就是香港对于高新技术进出口管制的便利，香港特区低税率的便利，香港与世界各国签订免签证互相来往的便利。当然众所周知，香港社会现在需要在人和方面多下功夫，以便吸引世界各国的高端人才。我们创办香港航天科技集团其中的一个初衷，就是希望在重振香港制造业的同时，为香港青年一代的科技梦、航天梦来打造一个平台，为恢复香港社会的人和尽我们一个微薄的力量。